丰田，你是，我是伟晋，我是凯乐，耶！作为年的我第一次进棚录娱乐百分百，很兴奋。今天录了很多单元，很好笑。我们也是，对不对？好像过完年的，对对对。哎，你们过年有去哪里剃头吗？没有，我都一直看你的那个夏威夷航去哦。真的，你知道，因为夏威夷它有很多个岛组成的，然后通常我们说的夏威夷本就是本岛叫做欧胡岛，可是它有很多岛，所以你可以进行跳岛。那我们跳了一个叫做火山岛的。你知道晚上看那个星星，看它可以用密集来形容，那个星星多到就是点点繁星，真的是满天星啊，好想看哦。然后就是通常不是想到的夏威夷是很热，就是穿短袖短裤嘛。对。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去，算是夏威夷的冬季，然后又要到山上去观星，所以他说你们要准备一套零度的衣服。有那么夸张吗？这么冷吗？没有，看你白天都是那种什么海边啊什么的。对，没错，就没想到到山上真的超冷。然后他那边很贴心，他就是可以让你一边观星，然后一边吃热乎乎的泡面，我就很兴奋，带泡面上去吃，结果那泡面水根本一点都不热，面根本泡不开。但是没关系，因为那个星星实在是太美了，我们是看到认真的银河，哎，你知道那个头像一，而且我觉得啊，就是你每一次一抬起头，那个星星都更亮更多。就有那种感觉。有看到流星吗？就是没有，好可惜没看到流星。他们说那边蛮容易遇到流星的，可是那天刚好没看到，真的好多星星，好亮、好漂亮、好满。我在台北好无聊。你在台北干嘛？我在没干嘛。是啊，你有回去？我有回去。你回去几天？10天多，蛮久的。有跟妈妈、对家人一起？对。有开心吗？你有没有跟你妈妈说你现在在这边很红？我有说比之前好很多这样。真的？那他们有没有替你很开心？我不知道哎，他们跟我一样就是很冷，怎么讲？很淡定哦，淡定。对，所以你们全家人都是淡定的，还蛮淡定。那他们看你在综艺节目上表现，不是想说这不是我兒子？对啊，他们会看吗？会看啊，而且我妈妈在学中文。哦、真的假的？为了我，对。那他有看娱乐百分百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应该有，我不知道。欸、不是要看你。他们有看也不会跟我讲。哦。那还是你现在打招呼，搞不好他们都会看。啊，お母さん、お父さん、僕は今台湾で頑張ってる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見てください。頑張って。頑張って。那你呢？在台北干嘛？我没有在台北干嘛，就是走村啊什么的。走村去哪里走？就去拜拜啊。然后呢？就没了。有赌博吗？对啊，没有赌博。小赌哎，就是很 peace 的那种赌，就是很无聊。我每年过年都做一样的事情，就是初一晚上一定跟朋友去放鞭炮，然后再来。到现在还有放鞭炮？哪里可以放鞭炮？就公园都可以放，不是吗？那个不是我问我干嘛？因为我住新北市啦，我不知道台北市啦，我不知道。对，是啊，可以放鞭炮，可以啊，可能台北比较那个严格。对啊，因为我新北市。好好玩哦，哦，树林。对对对，树林。我有回三峡哎。你没有放鞭炮吗？我们没有放鞭炮啊，一定要放鞭炮啊，放鞭炮。你都放什么？水鸳鸯哦。我喜欢放那种会飞的，就是蝴蝶的那种。我知道那个，我也喜欢那个，很好玩。还有一个很像老鼠的，它会一直去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乱抓的那种，很好玩。日本是不是不行放？日本也有啊。可是日本可以直接在。就是家门外面放鞭炮啊，这个不行。那要去哪里放？我就是这么坏，然后就是随便，哒哒哒哒哒，就是。我说不行啦，还是要照规定啦。我就是这么坏，是什么名言呢？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新闻，综合新闻，港式点心进军影城，阿伟和六棒合体不是不可能哦。少宇为逛展览，忧郁心情扫空，看一下。
阿伟经营的港式点心进军影城啦！这次的跨界大合作可是让人相当期待，大家也超好奇老板阿伟会不会找好兄弟来捧场呢？我们基本上有时候都会一起来看电影，那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，这个一定要点哦，因为这个东西呢在我店里面吃不到了，所以他们以后啊，其实他们有时候来跟我。说要来我店里吃东西的时候，我都要给他折扣，现在不行了。说到好兄弟，前几天的棒棒糖大合体可是不能不提。世纪同框照虽然少了敖犬，但还是让粉丝都沸腾啦。这个聚餐其实算是蛮随机的，没有敖犬是因为敖犬人在拍戏。当年好奇棒棒合体是机会吗？我觉得机会未来很难说，但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当然是乐观其成。阿伟除了事业有成之外，也是出名的好丈夫代表，为此他更自爆。对，我有领月薪的，赚的钱都给了我。对对对，因为他也在附近哦，所以一定要有的，而且我之后呢，一定会花更多的时间带我老婆来看电影。我喜欢小聪明，因为我觉得他小时候看他的时候，就觉得他想到很多妙计，很棒。最近绯闻缠身的邵雨薇应邀出席观赏蓝色小精灵特展，一看小精灵可爱的模样，邵雨薇笑着说：“蓝色忧郁一扫而空。”对耶，小时候我记得，只要是在那个吃饭时间吧，那时候都会有蓝色小精灵，然后我常常会咬，就是一口饭咬大概一个钟头。就是都没有吞下去，就一直在看。一聊完蓝色小精灵，媒体早已忍不住想问清楚他和影帝吴康仁的相关绯闻。尤其两人逛街的新闻一出，邵雨薇立刻被冠上劈腿惯犯的封号，这让他着实难过了好久。当然，当时的确会很低落，说啊，大家都这样想我或者什么的，对。但是我觉得我看到很多粉丝的加油打气跟相信我的东西，其实我发现，可能不需要一直去纠结于那些让自己心情不好的东西。亲好友歌迷的相信和鼓励，加上前男友世元介跳出来澄清，po文表示两人当年的分手无关邵雨薇劈腿，这才一扫邵雨薇多年来被质疑劈腿的疑云。我觉得很谢谢，对对对，因为其实我自己说可能没有人会想听，或是没有人相信的，对啊，那总是有当事者，就我觉得谢谢，对啊。所以你们私底下因为这件事有在联络吗？没有特别联络。对对，虽然劈腿封号解除了，但邵雨薇和吴康仁的恋情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即使男方先前否认了，但邵雨薇这方怎么说？我觉得就是可以按照那个作者的创造力大去自己去想，所以他的条件算是符合你喜欢的。这个就不他符合很多人的理想啊，但是对对对对。我因为我自己的那个比较容易以感觉为主，对对对，比较会以条件型。我现在感觉就是好好工作，然后好好的练习我想要学的，比方说吉他，比方唱歌，然后健身。其实最近都在忙这些。不把话说死，甚至表示即使有新恋情，也不介意再公开哟。公开嘛，我觉得如果谈恋爱稳定。就会公开吧，对啊，对，就是眼睛它会放电，才会引起那么多误会。我吗？你们有被电到吗？我觉得它会放电吗？我没有放电哎，我通常都是放空。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，一起吃吧，欢迎邱风泽。超喜欢绿线的，我也超喜欢，而且还有王子面。Oh my god， 王子面 ！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可以吃吗？可以直接吃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边吃边聊。所以你们两位是好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好友，真的是好友，是好友，一定定期会约出来。过年有一起出门吗？过年他回新加坡，过年我回新加坡。啊，你家就新加坡？对，所以我刚回来不久。过年新加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吗？譬如说一定要吃什么啊？捞鱼生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是什么？捞鱼生就是很好吃，很多人会聚在一起，然后捞那个生鱼片跟一些很多菜在一起的，算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习俗这样子。所以不好意思哦，你自己想吃。对，
捞鱼生怎样？有，我在电话。你继续讲。对啊，就捞鱼生吧，然后就跟你们一样，就是跟家人玩牌啊，吃东西啊。玩牌会吗？会啊，就玩那个大老二啊之类的。你有赢吗？没有，今年输惨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没有赢到。听说因为我是属龙，然后他们说什么犯太岁，然后我没有去。属龙犯太岁，好像偏冲。对，所以我就是今年的运气不太好。哦，好久没吃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吃的是不是有点大？一开始就会讲中文吗？一开始就会，从小就会。为什么哈？你们都会练习哦？我们都会，我们就是会学两个语言啊，英文跟中文都会学，但是。就是因为新加坡有马来人也有印度人，所以马来人就会学马来文，然后印度人会学印度文，所以我们就学中文。可以选，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两个语言，两种，同时学两种，好厉害哦。对啊，因为像丰田是来这边才开始学中文，对吗？是之前完全没有碰到。哦，那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就是像教他这种朋友，你们就可以互相一起学中文？他已经很厉害啊。哦，也对哈，就差。还是要那个差不多的 level 的，差不多 level 一起成长。对对对对。那他有跟那个吴欣婷一起合作啊？对，对不对？他是哪里人？吴欣婷是台湾人啊。我觉得逻辑有点怪怪的，我讲完我也觉得逻辑有点怪怪的。他不是台湾人吗？所以你们会一起出去哪里？哎，你们讲长一点，我想吃大块。嗯，我们上一次不是去那个？这只是小酌一下，好酌一杯。我们酒量好吗？不好。你说看的是我。你们两个谁酒量比较好？比较好啊，比较好，应该是我吧。真的？不是他。你看起来很不会喝哎。他比较好，看起来。没有，因为他太烂了。因为我是那种只要有一点醉，我就是偏想要睡觉的那种。我也是。可是他会越来越嗨的那种。哦，对。对，所以他会还醒着，那我可能就已经睡了这样。他会一直讲话吗？一直讲话，一直跳舞。热舞，还跳舞，这样热舞，这可以讲吗？热舞，没有了，小热舞而已，小热舞。跳哪一种舞？对，哪一种类型？什么都跳哦，你意想不到，就是你会觉得他很好笑。他会亲人的那种，真的？他不会亲人，没有了，不亲。那我记得我们就是后来就是去那个钱柜，就唱得很开心，什么歌都唱。对对，什么歌都点，所以很嗨。而且我们那天就是有 jazz call。什么？去 KTV 还要 dress code？ 没有，是前面那个小卓先要 dress code， 我们穿的就是哎那个华丽风，对，他们俩穿的跟伴郎一样，然后去钱柜超尴尬。为什么只有两个人还要 dress code？ 没有啦，就是我们两个男生穿，怎么那么可爱？穿的，因为男生就是穿西装，可是就很像伴郎，然后女生我有看到你发 IG， 对，就是那一天，嗯，就是为什么不约他？因为就不同的。你们私底下不玩在一起是不是？你说不同的那个朋友群，对。所以他私底下是跟谁当朋友？我们的自己团体的局会约他。有。哦。因为怕来会尴尬，不好意思什么的。还是你不会？下次你也会会会。你会是不是？他有点。哎，对，为什么都站着吃？为什么都站着吃？好奇怪，怎么变阿中面线？好奇怪哦。站着比较哎，很好吃。新加坡也有鸭血，就是因为没有，所以我特别喜欢吃。嗯，而且我是觉得，可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吃麻辣的，不吃辣的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谁鸭血不吃辣的好解哦？就是有看过吧，但是我有吃过，我觉得一定要鸭血要配麻辣，特别好吃。那你第一次吃有没有惊为天人？有，我是觉得它口感很 Q， 就是之前没有试过这样子的感觉。而且这家很好吃哎，真的很好吃哎，好吃好吃。因为你们都不能吃，你们都还有能看不能吃。哎，有葱，我刚刚。你们看有葱哦。所以之后还会找别的艺人合作吗？因为像你找了韦静，还找了吴欣婷。会啊，可是就是看缘分吧。我这个就是看那个歌曲，如果想到这个歌曲跟哪一个歌手适合一起唱的话，就会。但目前是没有一个。指定的人就确定要谁？没有确定要谁这样子。那万一听到那首歌，然后想想有两个人出现在脑海里，要怎么选？就都问了，看看哪个预算低这样子。对啊，预算低。那边还有那个榨菜。哦，好棒好棒。这个叫榨菜吗？不是叫咸菜之类的。
这叫川菜。川菜哦哦，川菜对对，一种菜了，好吧。哎，以后有没有跟韦静的新的作品合作？哦，对，断讯之后最后一次了，不敢再跟他合作了。为什么？点击率很高哎。对啊，可是跟他合作很辛苦啊，就是很耍大牌，然后很难合作这样子。真的假的？我哪有？不要乱讲。韦静耍大牌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广告，等一下再回来听听看他怎么耍大牌。耍大牌！我跟你讲，周峰哲都乱讲。周峰哲就是爱做效果，真的吗？我跟他合作多开心呐、啊！真的啊，很舒服嘛。其实我们刚才是讲反话，其实我觉得跟韦静合作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，很荣幸。哎，他是不是感觉蛮好相处的事情？超好相处的，所以其实我们不只是在工作上有碰面，我们私底下也会出来吃个饭之类的。对，所以你们都在哪里出没？我们在就是酒精的地方。喂，哎，就是插手那个酒精，酒精干洗手。对对对，很多地方啦，我们都会去去唱歌啦，唱歌啊，我们去唱歌，对对对。唱歌好，唱歌啊，认真哦，歌不认真的，休闲娱乐也，我们都是去闹的，对，我们都乱唱一些歌。点什么歌？我都不是我在点，是朋友点，我就随便乱唱。对对对，很多人每一首歌都要插进来。哎，你们局里面会很多妹吗？嗯，都是认识的，都是比如一半一半吧。认识的妹是吗？哦，认识，这都是好朋友了。对，是啊，然后可能光点都没有去过他们的局，没有去过。有妹，有正妹吗？可是不能讲，都已经死会啦。哦，是，对啊，对啊，好吧，死会的那就不用了，很现实哎。而且他刚刚说什么断讯是什么最后一次，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们之后还会合作，可以，哦，真的，就在趁这个时候跟大家宣布一下，就是我跟韦静还会继续合作。他现在就刚帮我填了一首新的歌的词，但是我们目前。不要透露太多，可是希望四月的时候会有一个新作品跟大家见面。然后断讯这首歌也很快可以在钱柜唱到了，所以大家请敬请期待这样子。对，多多帮我们点。对，到时候请多多点。而且你跟欣婷那首歌也破200万了嘛，对不对？是，成绩还蛮好的，很厉害耶，连续两首嘞破200万，很强。那个手势舞也很流行。哦，对，它算是很好玩的一个跟粉丝的一个互动，所以很多人都开始玩，我们觉得看了都觉得有点 surprise， 但是很开心。教我们吗？对啊，可以啊，教一下。好，有配音乐是直接弄？你先口头教好了。我们先干，这副歌其实副歌的前几句，所以是开始是如果我是你。哪是啦，如果我是你。Oh my god， 对对对，写爱情的歌，喜欢我的歌的，这是你的歌还是我的歌？我听不懂。好，对对，重来再一次。贴心呢。如果我是，好快哦。哦，好难哦。化解不完的决定。如果我是你，是不是就能决定？是不是就能改变结局？耶！有其实我们很少做那个正常速度的版本，因为我们用那个抖音的 app 都是慢慢的，放慢动作的，所以刚刚是有一点哇，很快。这是谁编的？五星提编的，他自己编的。哦，全部他编的，好厉害哦。对啊，所以多亏他。而且你们这样跳一跳，就会很就是手都会碰到哎。对啊，就是可以给粉丝两个人一起玩，我觉得比较有好玩的东西这样子。所以你跟吴昕婷还是普通朋友而已哦。对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讲出来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很好的，就像我跟韦静跟吴昕婷这样子，我们都是同事，可是也是好朋友的关系这样子。是吗？是啊。为什么没有就是更进一步的认识？我觉得。耳朵红，他耳朵红，而且还会动哎，但是真的，因为现在事业为重啊，所以还是 focus 在工作。官腔的回答，真的事业为重，不是，可是是没有时间多认识，不是不要，但是没有时间多认识。不是不要，所以你觉得他很可爱吗？你觉得？你刚刚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吗？我说不是不要，但是没有，就现在事业为重啊，对啊，不是不要等于不是不要的意思，就是你不是没有想追他哦。没有这个打算了，没有这个打算。哦，帮你解释一下，怕你讲错了。啊，可是我觉得你们很配耶。
对，我朋友也说你们好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真的很配啊。对啊，两个皮肤都比较白，比较配一点。对啊，你自己觉得呢？自己觉得蛮配的啊。哦，这就是我觉得我跟韦静更配。谁要配配啊？怎么办？啊，好啦。啊，好想要知道真实的。哦、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也不知道啊。你也不知道，我真的没有什么情况。对，因为出去玩都没有什么特殊情况。所以，那会比如说女生都坐在他旁边，或者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轮流坐啊，还是坐在大轮流坐在怪怪，吴欣怡怪怪，不是就是都会搭到，不会说固定他们两个连在一起、哦，就是真的是朋友。对对对，哦，真的啦，真的。而且，所以最后要再来好好的分享一下你的作品。嗯、对，好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段勋，还有如果我是你，也希望可以敬请期待，就是四月份我会推出的新单曲，还有到时候到钱柜唱段勋这首歌。嗯，谢谢周邦子，谢谢。看一下五月天的新闻。天团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第七十场前进法国巴黎，特别请来音乐教父李宗盛重现这首超经典的凡人歌啦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李宗盛，开心在这个五月天的演唱会上面跟各位碰面啊！我就带来一个，今天是我一辈子第一次在巴黎开唱啊，献给大家，好吧？我你何时曾看见将世界为爱人们改变，用我每一生的容颜，是不就算是荣耀纯洁，前阵子巡演时，主唱大人阿信被乌龙爆料已经结婚生子，没想到在巴黎，他真心公布心目中的神秘女孩。前一阵子有新闻说，那个阿信好像结婚了，好像有小孩了。我想说，其实，在我的生命中，真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女孩。然后我从来没有陪她走在巴黎的街头。从来没有陪他看过巴黎铁塔，他这一次也来到巴黎了。然后我想说，陈妈妈，那个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。你总是在问我，每次都忙什么？我想说，你看这里有这么多的人在等着我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就是体谅你这个不乖的儿子。而恰巧人也在巴黎的周董周杰伦也特地抽空前来探班。这就是一个点。哎呦，干嘛？人生好不好？如果我们一点都没有成功，就是你。我
伟俊有事情要跟大家分享。我没有啦，我没有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啦。出来，我真的没有事情要跟大家分享。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一件事情，哎，开始乱转话题，就是因为我看你去那个夏威夷有po好多美食哦，嗯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没有吃啊？我真的有吃。你是不是拍照然后就上传然后就不吃？很多网红会这样，但我不会，因为我太喜欢吃东西了。可是怎么都没有变胖？因为你这几天又 po 一个，就是你在那个活动上面，然后是那个马甲线，腹肌没有消失。对啊，怎么可能？我这样不可能。没有，我在夏威夷的时候，真的腹肌有短暂的消失一下下，后来有回来，就补回来。对，就回来了以后就没有吃那么多了，因为在夏威夷真的猛吃。哎，你知道那边有个汉堡是奥巴马也有去吃，然后超级好吃，那个肉那么厚，然后咬就是肉汁这样子，整个在嘴巴喷发，这么夸张？很好吃，好想吃哦。然后它的汉堡是用铝箔纸包起来，就不是一般我们看到那种汉堡纸，所以就会，就算你外带一打开还是热腾腾的。哦，这很重要。好吃。那你变胖的时候，哪里先变胖？比如说，有些人会脸吗？有些人是肚有肚子啊，脸和肚子会。我全身呢，我都是全身胖。你会胖吗？我超胖的啊！那是哪里变胖？我也是脸跟肚子，而且非常明显，肚子真的很夸张。我肚子很夸张，而且我是一吃饱就有了。现在有吗？哦，真的吗？夸张了，我没有骗你哦。怎么会这样？一吃饱就有了。可以再看一次吗？哦，应该没有拍到吧？应该没有拍到吧？哎，很夸张的，侧面看很可怕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你是没吃啊。没有，真的有吃。夸张哦。你呢？你会胖吗？脸。你会胖？会胖？怎么可能？会啊！你感觉就超瘦的。对啊。打什么嗝啊？对不起，对啊。好突然了！你本来眉毛是这么细吗？我本来就是这样子，我今天没有化妆。真的假的？难怪，我就想说你今天眉毛怎么特别细？可是你皮肤好好哦。对啊，皮肤超好。我可以检验吗？看你是不是真的没。可以啊，你真的没画？有时候我们商演他也不画，用这个擦吧。连商演都不画？对，他商演有不画上台过。真的哎，哎，真的没有画哎。夸张哎，我不行了，我一擦掉一条，一条天，我不行，我不行。你皮肤好好哦，超好，怎么连黑眼圈都没有？对啊。为什么？你最近有做些什么事吗？还是有谈恋爱？没有谈恋爱吗？没有，我真现在没有。我一直都一直以来都很好，不是吗？哦，是的，是的，一直以来都很好。天生的，谢谢妈妈。妈妈也因为妈妈很妈妈陪伴很好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新闻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独家小狗黄生重回首唱之地，亲朋好友全到齐，场面很温馨哦。看一下。小鬼黄鸿升举办 Human 新歌演唱会，不止门票一开卖立刻秒杀，大批粉丝可是早早就到现场排队支持。百分百这次也独家全程记录演唱会，要带大家一起直击幕后的小鬼。我要吃晚餐，今天这个晚餐一定要吃，不然后面会没有力气。紧张吗？不会啊，我刚前面还抽空拍了一支 MV 呢。其实回到 Legacy 对我来说还蛮有意义的。六年前我在 Legacy 第一次开演唱会，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演唱会。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的原点嘛。那这样子走了一圈，花了很多时间，然后做了好多事情，回到原点，然后再次出发，再用歌手的角度、歌手的身份，然后从这个地方重新出发，我觉得意义很大。因为今天进来的人呢是没有分那个号码，就是座位的，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想要坐前面一点，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排队要争前面这个位置。对，也很谢谢他们。重回初次开唱的 Legacy 让这次演唱会更具意义，小鬼也特别邀请众多亲友参与。可能很多朋友他们私底下也没有听过我唱歌，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偶像的这一块这样子。我在私底下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是一般的朋友这样。对，那他们很好奇啊，所以也就来看看这样。我今天的家人啊，我妹啊，我妹夫啊，我外甥，我爸爸奶奶，大家都会来。好，我要吃饭，你们出去。
拜拜。短暂的吃饭休息，补足体力。小鬼接着马不停蹄进行书画，歌迷也纷纷排队入场，距离演唱会正式开始，终于进入倒数阶段。我们就放轻松的玩，然后放完以后，我们就好好吃庆功宴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加油！让台下歌迷超嗨的，但刚刚那些都只是暖身。接下来，小鬼邀请到好友李千娜合唱，为演唱会掀起一波高潮。爱情也剩下的秘密，我是心里凉意，清晰。李千娜来为小鬼站台，好友徐伟宁和王阳明也都无预警被 Q 上台，众多圈内好友到场支持，展现了小鬼的超好人缘。紧接着，小鬼换上下一套民族风服饰，带来大家期待已久的经典歌曲啦。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要讲什么，我现在耳朵很嗡，因为有戴那个耳机，然后
嗡嗡嗡嗡嗡这样，所以现在耳朵里面好像有蜜蜂一样，但现在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对，然后终于结束，然后也代表着人类这张专辑的宣传告一个段落，这样，包括好多好多的幕前幕后，然后艺人朋友大家都来了，然后我的家人都来了，我也真的觉得很感动。伟宁自从上台之后，他就一直站在台旁边这样看着我的，唱，伟宁还在，他们真的都很爱我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来，谢谢娱乐百分百，谢谢大家。陈日文、王仁杰采访报道，休息一下进广告。娱乐百分百的 APP， 你们下载了没？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多好康在里面，你们赶快去免费下载，然后赶快注册，因为如果你要注册了之后呢，你才可以看到独家挖好看以及一起揪活动。对，像这个一起揪活动里面，我们就会有提供很多互动，譬如说会问你说你喜欢什么歌手啊，还是会做一些什么类似爆榜的。对对对，单元。或者说错了。投票。因为现在那个里面的投票是嗨歌的投票。嗨歌。对，嗨歌的投票。然后我们之后也会办说你最讨厌哪位主持人，好可怕，压力好大。然后独家挖好康里面有什么呢？有什么花絮？花絮，很多花絮。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主持人所有的桌布，他们都做得很漂亮，很精美，很精美。然后花絮也只有这边要注册了之后才看得到，没错。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经典的百分百的片段啊什么的，赶快去下载好不好？快点，要注册。是不是这个有？还有那个报名什么？啊，报名录影也在里面。对，如果你要报名录影的话，对，如果注册会员到一起揪活动，想要来我们现场看百分百的录影，就一定要免费下载这个 APP。下载、注册、报名，完美，对不对？对 ，perfect， 好吗？好吗？我们大家全部都下载喽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综合新闻，我们都蹲着报。综合新闻，有 ATEEZ 举办首场签唱会，却被大咖来宾抢走风采，以及网红圣洁石举办签唱会，自曝想和老婆离婚。啊，看一下。ATEEZ 发行全新 EP， 却在周六举办签唱会，现场一连演唱三首歌。没人，然后我就绕了我很多朋友来，然后我每个朋友都跟我说他们会来，结果我现在就是有看到两三位好像有来，然后就其他人好像就睡过头就直接不来了。很难想象第一次我们有人生第一次的签唱会，然后粉丝都有来支持，就是很开心。不止歌迷来支持 ATEEZ， 还有好朋友们也现身力挺。你出来有一个霸气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没有？谢谢今天 ATEEZ 来站我的台，谢谢。只不过这群人一现身，台下粉丝的尖叫声好像又更大声了。展荣，你竟然有反班哎！你有反班，我有反班哎！展荣的小板山呢？有展荣的牌子哎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是 A Team 的场。对啊，我们真的谢谢 A Team 今天来站台哈。赶快说，谢谢，这是绝对的。因为我今天已经就是有点没面子了。是，但很感谢他们。对对对，被压在地上打。对，被压在地上。
但很感谢他们。包含现在在访问的时候，台大都在找那些人拍照，好像干嘛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干嘛呢？那些哎。而曾被网友们抨击抄袭韩团的 A-Team， 这次发行新 EP， 结合许多台湾优秀的音乐人，就是要让大家看到他们的实力。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些网友看到很像，他们就会直接说这就是抄袭。那对我们来说其实也会有阴影，就是我们以前发第一次的时候不觉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，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的时候就很多的害怕，就觉得我们其实会去看很多的东西，会说哎，我们这个会不会跟这个很像，所以我们其实一直有在去做一些避免不要像到别人的功课。然后就算网友还是觉得说你们就是有抄袭，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去做这方面的那个苦功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鼓励我们或者支持。对对对。我不开心就罢，我不开心也罢。网络红人肾结石举办新专辑前唱会，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支持，但仔细一看，发现台下肾粉清一色年纪可是超小的。可是好像大家都长大一些，应该有长到半年也叫长大，就不是因为现在在超高期，大家会长高啊，对吧？我觉得今天好像比较成熟一点。结石哥哥魅力可是横扫国小族群，一言一行备受瞩目，因此他也表示现在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斟酌拿捏的蛮多的。因为从以前看到我的影片的时候，会发现就是我不断的就在影片里面就是喝酒啊，或者是讲脏话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是就做很多自己觉得想做的事情就好了。对，但现在的话会发现就是哎，好像大家会模仿的话，我是不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，例如说不要讲脏话了，然后喝酒的话就不要拍。而肾结石这次新歌虽然成功引发话题，但前唱会上大家的焦点都围绕在他的婚姻状况，因为他日前上网络节目竟然自曝曾想跟老婆离婚。我稍微小便念了一下啦，就是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诚实是美德，但是有时候说谎的艺术也是很厉害的。对，就稍微念了一下，但是也还好啦，就昨天还是抱着睡觉，应该是没有无伤大雅，没有太多问题。我跟我老婆的感情非常好，请大家就是不要把她塑造成这样子，拜托拜托，不要害我，拜托拜托。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，休息一下，待会有精彩预告哦。那时候想说自己会在综艺节目上发光发热吗？你开始上综艺节目？对啊，最近才开始。所以你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？对啊，因为我也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好笑。你的朋友没有说过你是幽默的人哦？我们都觉得你很好笑哎。他觉得你好笑哎，私底下团员哎。我自己，你自己不觉得？对，我没有做哎，怎么讲？我真的是很自然的这样子啊，对啊，他的好笑都是自然呈现的，他没有刻意的，所以我说做梗或什么的，不没有想这么多。哎，为什么你站都是这样站？这是为什么后下面要这样子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这边要凸出来？我不知道，习惯吧。还是太久没有这样子，想要这样子。OK OK， 收进去，收进去。拉筋啦，拉筋啦，对对对，太久没有下腰了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年轻人好难防。对。哎，你几岁啊？现在26啊，不年轻了。我27。27啊，那你们最小是谁？你们团里面？伊恩的21、22，很小。泰勒姐，你几岁？你是想要逼我在 Live 骂脏话？直接不管是 Live 骂脏话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干什么啊？哦，又广告了，怎么时间过那么快？预告了，预告了，预告。那我们来听丰田的精彩预告。精彩预告，请看。不是啦，乱演是什么？乱演呢？秋风泽跟吴欣迪的《如果我是你》，然后明天是 Live 哦，拜拜。如果我是你，是不是就没顾虑？是不是就能妥协勇气，实现浪漫的约定？如果
是就能相信，是不是就有